試下舉高你個電話，著起你個燈啊！依間燈代表啲乜嘢咧？代表一種愛。一種愛。今日咧，我知道嚟到大家欣賞音樂之餘咧，而當中秋佳節咧，嚟撐呢一班參加歌唱比賽有夢想、為夢想而奮鬥嘅一班歌手。咁啊，亦都咧希望你哋咧透過呢一首歌咧。去感受下，其實今日大家咧喺呢度咧係一種緣分嚟嘅。咁啊，嚟緊呢一首歌係我哋做 Free Thing 嘅國歌，歌名叫《張開手擁抱》。希望大家可以亮起你嘅手機，著起個燈，然之後同我哋一齊去唱完呢首歌。係啊，咁而呢首歌咧，亦都係我哋想帶嘅信息，就係藉住一個擁抱啊，與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咧，會更加親近。咁希望你哋可以。同我哋一齊享受呢首歌。Thank you.
你唱一句，好唔好啊？好簡單，我教你，試下多一嚟，好嗎？我嚟啦，一句喎。